年盈利事业所得税修正重点，你知道吗？一、废除两税合一部分涉算扣抵制，盈利事业不用再设置和记载股东可扣抵税额账户，大幅降低记账及申报成本。二、调高盈利事业所得税税率，盈利事业所得税税率从17%调高为20%，但课税所得额在50万元以下之低获利企业，分3年逐年调高1%，给予适应期。三、调降未分配盈余税率，未分配盈余加征盈所税税率由10%降为5%，帮助中小型企业累积资本，因应未来转型升级。调整两税税率后，企业保留盈余不分配之总税负由25.3%降至24%。四、简化独资合伙组织申报方式，独资合伙组织的盈利所得直接由企业主申报缴纳个人综合所得税，达到简化税政的效果。税制优化更合理，提高国际竞争力。相关资讯请上财政部税务入口网及各地区国税局网站查询。